作者金满楼，按西与毛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仍保持文人本分，国难当头，更是一心为国省钱。在美期间，胡适的所有来往账目一清二楚，有口皆碑。出门公干，为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胡适每次都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其节俭如此，梁实秋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惜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李宗仁评价胡适，是之先生爱惜羽毛，此言不虚。一介不取历史学家罗尔刚早年曾在胡适家中学徒，专门负责抄写整理胡父胡铁发的遗著，但除吃饭住房外，其不肯接受其他任何报酬。罗尔刚后来出版《师门五年记》，胡适在其序言中称赞罗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欲，这与胡适倒颇为接近。压迫他郁达夫某次请朋友到饭馆吃饭，付账时郁达夫从鞋底下抽出钞票交给堂官，朋友大为诧异，你如何把钱藏在鞋里？郁达夫笑笑，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他。发展土产卢作孚创办民生轮船公司后，想开通川江航线，但叶县刘湘并流水以航运之力后，刘湘却说，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珠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卢作孚听后只得怅然而出。朱门酒肉重庆时期，陈诚某次与人闲谈，说到某些大公馆富丽堂皇，一掷千金时，陈怒形于色，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何得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有好事者向朱家华报告，朱大骂陈诚在我头上拉屎，欺人太甚，硬扬言要找蒋介石评理。陈诚听说后莞尔一笑，他读过杜甫的诗没有？朱门就只姓朱的吗？他出头认账，很好，我就是要说给他们那帮人听，消灭背守抗战结束后，聂阳初曾对蒋介石说，我们人民遭受了21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聂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莫名其妙国民党溃败前，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没老百姓了。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曾批评中国的教育，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形势非常可怕，就是因这种读书人一心想做官的太多了。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10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节选自新书漏网之鱼，1840到1949年中国小历史，您用来吹牛耍酷装深沉的历史段子全在这里，以下链接全国包邮，请 PGC card PC-HRD-HRDF Tax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ook Width 100% High 100%，请 PGC card PC-HRD-HRDF Cover Tax Declaration None PC 量是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t 164px Border EPX 4 景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94px12px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Look Border left EPX 4 景181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Left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 to 50% Transform Translate to 50%PGC-content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一 font width,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tv-content-dbsc-font-size-14px, color 0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job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ptv-content-prce font size 22px color 仅 f85959 padding job 18px line height 1mm ptv-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top 15px color 仅 406599 font size 14px text align center ptv-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tv-icon-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pstp.com/pgcv2pgctps static image com audited by frb4dea png 中国小历史漏网之鱼1840-1949年晚清民国版世说新语再现晚清民国的历史现场记录人物的言谈风尚和语文轶事中国历史书籍22.8元购买